给我都点过来，然后肉姐帮我搭配搭配，能搭配几套是几套。现在我能拿的是就是加点不拿的。中午重新给你搭配一下，就是加几件衣服。中中中。好。这我一天穿个西装，我中午咋穿？哦。老师不知道里头穿个啥，我穿上衬衣的时候，我像个酒店服务员。一会儿给你搭搭，搭个内搭。白色背心儿。看这样搭配的情况下，不像酒店的迎宾院了吧？不像了。嗯，这裙子我回家就穿了两次，因为你有时候这个季节你单穿它，因为露着胳膊，你外边肯定要搭一个。就陪你姐儿一身。我搭个腰带的时候，整个腰线是提高了，这样显得腿很长，是吧？腰也是。然后再搭一配一个简单的珍珠项链，就一点儿点缀，这看着就不是那么的单调了。看我这几件衣服都搭配好了，大家感觉怎么样？可以提提意见。跟这儿我都中意了几套衣服了，然后如今这衣服基本上都回来了，因为我穿的闷，一会儿要试试，大家看看啊。哎呀，毛子，你穿这种可好看呀、啊！你看，看、啊、这套鞋子可瘦还可显胸。嗯，这个确实显胸。哎，这个真的好看。我主要是怕我穿上太嫩了，所以我真的好看。你才多大年龄了，是不是？你穿也可以呀、啊。比实际年龄要小。嗯。打破你原来穿衣服的那种感觉了，真的好看。我超级喜欢你穿这种感觉，可接地。这外边这个小香风挺好看的，但是我穿牛仔裤中，你看我这腿。今天我都想试，但是没我的门。这个青春活力。这裤子好不好看？它腰这设计的。我一直想要个阔腿裤，但是老是找不着适合自己的。我给那儿穿 S， 然后裙子太小了，上衣刚好。啊，可以。裙子我穿个 M。你到时候上衣给你定成 S， 裙子上衣定成 M。穿上不？我跟你说，你现在趁着年轻，你都多穿。然后你哪个感觉着，哎，穿亮了，这个不太好看了，赶紧淘汰给你妹妹。对，刚好可以给俺妹妹。多买新衣服嘛。嗯。是吧？嗯。可以。这个穿高跟鞋也是光想走不成。嗯。这个呢？嗯。看见你大腿上的肉了。然后再换一个。这个衬衣纹件比较多，给大家穿一下，展示一下、哦。搭配这个白裤子好看啊。啊，对，这个裤子特别显腿瘦，前面做一个小开叉，显、就比较显瘦，还显腿长。是。这个衬衣颜色真的可美，这个字哈可正。就是比较简洁又比较大方，这样穿就比较有气氛。哎呀，我得努力提出劲儿减的，我这真的。我讲的啊，减肥我讲的。好。这种属于同色系搭配，嗯，就是比较简洁、比较高级的一种穿搭，就是日常上班、日常出街，都会看着很舒服，然后又很有质感，然后看着又很上档次。嗯。感觉这种简单大方，穿着不累啊、哦。很简单大方，你外边到时候可以搭西装，也可以搭风衣。嗯，这个可以。嗯，青春四射。对，这个可以。然后看看，能盖住你所有的缺点。对，这个穿上而且还可宽松。哦，这样一穿就变温柔了哈。是，跟你平时的风格不一样了。我也想改变一下风格，因为我平常穿的都是那种就比较温柔的那种。对，这样就是超酷一点的，也可以尝试。我你是穿的可好看呀，个子又这么高，腰又这么细，好看好看。好看。酷大风格。你年龄那么小，应该啥都不敢穿是吧？嗯、啥都不敢穿。是，我现在我也是想尝试不同的风格。对呀、啊。我上一次买了个绿色的那个外套、嗯，还没有穿呢。啥都不敢穿，只管穿，没事儿。年轻就是好，就是资本。这个可以，圆圆。啥？我来了，这个想着这个了，其实。啊，这个可以。那就必须的，年轻人资本就该多穿。嗯，你看一个休闲风，然后一个就是时装小女人的感觉，两种风格穿出来两种不一样的感觉。对，这俩真都是不同的风格。这个风格没有穿过，尝试一下。还有这个
就是感觉说穿上很接力。嗯，对。还有这个，这个是必选项目。这个很多人冲着你这一套，哎呀，还是你家这一套穿火了。可以可以，这是三种不一样的感觉。嗯，不一就要尝试不同的风格。我这春装备齐了，算是。带进去吃咱这儿可好吃的一家涮牛肚。好，累了我都不坐劲儿。咦，不用不用客气，下线可多没事的。那个粉丝，那个传粉。哎，我发现哥咱俩口味完全几乎一样，爱吃的东西都差不多。主要香煎的豆腐有名，还有它的豆腐泡也好好喝，也是咸汤那种，看着跟火腿汤有点像，但上面不是。就是豆腐块，它上面炸的有那种小豆腐块，好吃好喝。我想到这豆膜呀，我嘴结巴。这几天带的没喝。